啊，那个大新哥呢？来了，哥来了，哎，来了，来了，哇，阳光大男。可可笑啊你！天热，脸红，脸红了，但脸当时不红的，耳朵特别。太笑了。问一些不该问的。太丢了。总归现在耳朵就是红了。零更新啊！新哥被夸的时候开那个开心啊，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新哥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是那个歪嘴表情包吗？就是咱那群里面那个老模仿那个讨论。惨了，很痛快啊！必须都写在脸上。我请人吃饭了，差点撞过去备台都。拍了两周，然后后面又补拍，又补拍了好久。理我们，对，可以横着转，那个特别痛，因为我也带过那个东西，真的很难受。那个腰疼是吧？它卡在你的肉疼，在那肋骨下面，所以它那个垫片，那都容易卡青了都。那肯定青了。要拍长时间的话，还是会。召唤神灵，我应该召唤神君吧？我可以召唤这个神君。哪天我真的吧，我做一个红烧肉，好吧，我给他拍的详细一点啊，发出来。做丽儿应该厨艺也还不错吧？哎，我一直很好奇，丽儿能做饭吗？我能做饭呀。你等会儿，令哥要说什么？就那个，哎，空气特别好。对，你们没去，后来是我们去了，几个人有去过。我是后面的事情。对，神君的心魔就是不能谈恋爱吗？嗯，我觉得神君内心戏真多。弹幕有说你杀青的时候哭的不行了。那天导演也是啊，不喊停，他也没喊杀青，就我和丽颖还在那儿演着呢。啊，导演哇哇出来了，拿着花杀青了，快乐。我就觉得人很多时候在那种突然一下子情感一下爆发出来。嗯，都懂，比较感性嘛。天哪，这人一多了，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对，行。最主要打开双眼，得看。开双眼。对。闭上不上耳朵。大家周末愉快了啊！周末愉快。那好笑。感谢，因为我后面没有手机架，我。阳光大男孩闪亮登场。哎 ，OK， 人齐了啊，开始了，我俩今天主持人啊，一二三，大点啊，我觉得声有点小，听不着。哎，等什么？啊，先测试一下，可以啊，一切正常 ，OK， 说话声音可以听见，大兴哥哈，可以，不说话你能听到吗？可以 ，OK， 开始了，来，一二三，大家好，欢迎大家齐聚我们。与凤行，喜相逢，茶花会啊！我是演员青兰。不是，我们不是你今天不用陪看，不是陪看吗？还没有开始，先有一个开场白，来继续啊！今天开场白，明届特派员和新届的特派员担任本次直播的这个主持人。欢迎呢各路神仙来此啊！接下来请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是的，首先欢迎我们队的对凤。沈黎王爷，对，要再打一遍招呼啊？小介绍一下，走一下流程。大家晚上好，喜欢雨风行的朋友们晚上好。不喜欢的呢？不喜欢的也晚上好。好，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简洁的这个自我介绍，因为。相信大家来看直播的一定看过我们雨凤行，也是喜欢我们雨凤行，所以不可能不认识我们。OK， 接下来是大兴哥。新人来今天话这么多，今天怎么觉得你活了呢？那是 AI 的人，你是新人来吗？对呀、啊，你是给你大兴哥整 emo 的新人来吗？你在手机前面话这么多，你当我们本人的面一句话没有？这是不尊重我们呀、啊、你。不是我成长了，我今天就是主持人嘛，大家那个给点。就这个事儿，我这招呼一会儿再打啊。你记得吗，丽颖？咱怎么说的？他是手机王者是吧？在手机上什么话都可以说。微信上啊。对，其实现在也是在手机上，
所以他还是忙碌，也是手机上忙。见面了可能又那什么了，对，然后好 ，OK， 大兴哥来。那个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欣啊，我在《与凤行》当中扮演的是行云，和行止啊。好，接下来有请我的这个黄爷爷，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自个儿吧。大家好，我是刘冠霖，在《与凤行》中扮演的是天君。啊，天君就是官只比更新小一点点啊，对。手都到这儿了，啥也手都到这儿了，画在这儿。好了，咱俩也，你俩自我介绍了吗？下来吧。好，大家我是演员新来啊，也是今天的主持人，然后在《与凤行》中饰演的是莫方。啊，有我在，不要慌。这个灵界第一，这个叫什么来着的？小忠犬啊，嗯，啊，大家好啊，我是何宇，也是今天的第二个主持人啊。都是狗啊！我是这个仙界第33位天孙啊，第一仙三代，就这神君钦点的沈王爷第一嫡长夫，仙界第一。美男出，他这么多 title 记得住吗？是一哭二闹三华贵的芙蓉君啊，厉害！这样就是咱们现在就开始吧，黄爷爷，哎，讲两句啊。我就不讲了，有你俩在，我们今天都听着，挺好。OK， 我们这个时间比较紧，然后接下来小聊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就是周围我们的朋友有没有就是有追剧的，然后给我们的一些小反馈，就是朋友周边的朋友有没有说一下讨论过我们的剧情啊，或者是这个可以分享一下。我先发表一下啊，那个我们首播日是18号嘛，那天正好我在工作，我是错过了8点开始播出那个，然后我发现我的信息就炸掉了100多条，嗯，大家就是给我发什么就是都发啊，拍那个也是截图也好啊，拍电视也好啊。对，大家都在看，嗯，说明真的非常好。最近给我发现都是什么呢？你问我，最后非常好，不就很多人这么问我说，最后谁死了啊？哪一个先嘎了啊？全是这个。当播第一集就问你最后谁死？好，对，丽颖，还有吗？我有啊。怎么不没？如果说没有的话，好像没朋友，对不对？这没有关系。对，这一趴时间对，就打 call 了嘛，他们都有发微博支持了嘛。嗯，对。还有一些第一天是微信上都在，喜欢那个之前我们《楚乔传》的朋友也问，就觉得非常的有情感，一下子都特别激动。嗯，回忆杀。我是开播的第一天的时候，因为我是第8集才出来嘛，好像是啊。然后那个第一集刚播的时候，然后就有很多人发微信，朋友还有那个亲戚，说呀，说的林好漂亮，说大新好帅，就都是这个，嗯。然后呢，最近也都在追剧，对，就身边的人都在追，嗯嗯。非常好。你呢？我这边就是可能就是我一些身边的哥们儿给我发微信，就可能平时没有怎么看过我的剧嘛，然后《与凤行》一上来就是全民大家都会看，然后他们也会看，看完以后就发现就是可能剧里的我跟现实中的我就差别很大，他们有点小伙儿还会演戏，塑造的很好，塑造的很好。可以，我就是这个也很人跟我聊天的人很少，周围的朋友就是可能是没有认识，没有朋友是吧，玉兰？可能就是你应该发挥你手机王者的这个功能呀，就在手机上，你不用线上，你就直接手机上一顿那个群发就行了。行，我精进一下。然后那个前几天这个工作的时候也看到这个有工作人员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在追我们的《与凤行》，说明真的非常棒。对，好，这一趴呢我们这个就到此了啊。我们再问一下，咱们几个有人看吗？都在看吗？你看多少集？每天都看一看。
但我才到八级。那你不行啊，你怎么才到八级啊？我这两天工作还没来得及看。我这两天也工作，昨天我大概12点收工，我看到了。熬夜看，哎呀，2点钟，对啊。我每天都抽空看，也有一些工作，对，好。但是剧情深深的刻在我的脑子里，我不看也行。那小看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我看一下你们的动图就能表情，就能回忆。那天我看到一幕给我气着了。那个莫方跟我说，就是这个废物吗？啊，就是。你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说的是这个吗？那天我离得远，我哪知道你们说什么呢？我那天也是壮胆，他那个史莱姆嘛，嗯。对，这是莫方最硬气的一次，就是在你听不到的地方偷偷跟我讲了你的坏话。也是趁他是小号的时候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时间比较有限，今天我们一起来陪大家看第12集，大家有什么这个想问的问题，然后可以发在这个弹幕上、公屏上，我们一起聊天，就是我们一起看啊，一起看。然后我们主创就是看到就是有意思的环节，然后想起当天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互相聊啊。对，讲实话，我还没来及看呢，我是刚赶回来啊。赶回到这个房间直播，我还没来及看。8点不是播的吗？大新啊，大新，我们是陪看，等会儿要陪大家看第12集。哦，哎，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边看边聊。哦，对，边看边聊。这播放什么？对，咱哎，要不一起同步一下？先同步拉到一起。他会打在哪儿啊？就他俩看完，咱仨搁那杵着，懂吗？这意思是我们的拿自己的软件，另外一台机器在看，是吧？不，你假装看，国王大哥。假装看吗？国王哥，就我的王，睡觉了，国王哥。就是问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再要一个手机，我们一起就是。啥条件呢？那么多手机，一个直播还得看剧，哪有钱啊？啊，你以为是没关系，把我那拿给我，没事，你俩先看，我上隔壁偷一台去。那我们俩先看啊。先吧。OK。国王哥咋下线了？我打开以后先看到这个。喂，这是马正木。哎，现在开始了啊。我们先看第12集。还有吗？哦，不行，你不给我看吗？大家都在看。哦，他们我们有看的吗？我没有看的呀。咋了？赵老师没有第二台手机了？没有 iPad？没有，还真有没有的？地址给我发出来，快点来，闪送一个，马上过去啊！看起来，就是现在用那个蝴蝶 iPad 蝴蝶这个壳是不是精心准备的呀？还带了点设计。哎，我用好久了。你真的看起来挺想安利一下。你是不是羡慕我呀，赵老师？羡慕我壳，我笑话你，跟神经一样闷骚，这是你的。哎，我这边播出来了啊！我的手机还没到。那不知道，哎呀，这俩怎么离开了？下线了，哥俩。哎。OK， 咱俩得唠一会儿啊，光哥。哎，我正整 iPad 密码呢啊，我刚登录这个酒店的 WiFi， 要不然看不了。哦，你没在家啊？没有，我现在在杭州，然后过两天去上海。进组了？没有，就拍一些零七八碎的。哦，我四月中旬进。发大财是不是？我理解了。没，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回哪儿去啊？我回。天外天，上海魔都走就走，我现在从楼上跳下去，我就飞起来了。我说魔都，
没有，我今儿刚去外地，我今儿开了几个小时车。哦，嗯，哎，我看前两天你在江苏啊，因为我刷到你跟小百强那个了。我今天去了三个省，跨了三个省。我俩刚刚掉线了啊！我俩刚掉线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技术问题，非常抱歉，手机温度太高，然后直接观众们的热情太足，导致我们的手机温度过高，对对对，所以掉线了。奉行热度太高，直接就炸了，我的乖乖 ，unbelievable！ 我们河南话都出来了啊！接下来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技术人员重新连一下麦？重新连一下麦，要不我是全掉线了一下子，嗯，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今天咱就是说 ，OK， 作为主持人的权利，偷偷的加15分钟，不告诉他们啊。刚刚也就掉线了5分钟，我反给了你们15分钟。三倍，你好大方呀！不知道，有可能呵呵他们后面还有工作，不管啊！哎，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又见面了，我们又见面了。我们那请沈黎、王爷帮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哦。我俩刚刚掉线了，我俩掉线了，手机太热了，刚刚，我俩刚刚掉线了，经常不好意思，非常抱歉。我们是要看片了吗？是12集还是13集啊？今天12集，今天12集。对，今天12集。哦，听到那个嘘嘘的声音了，好吵啊！对，他在跟那个他在聊天。哦，大新真的比那会儿瘦太多了。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又来了，我们连线。哎，来连线。Hello， 你们别在这丢人了，快点！这次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啊！刚刚是后台那个直接就是出问题了，后台。哦。对，后台技术这个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故障，没错。那我们现在可以顺利了吗？应该可以顺利了。然后我有。过几会儿又不见喽，那不是，好。为什么手机还会有过热的这种？你们的手机还有过热的这个？刚第一个那个手机插着充电宝，怕它没电了，然后太烫了，就自动那个温度过高了。对，刚刚是那个后台出现了一点问题，就是直接那什么了。现在应该是可以了，一切都非常的顺利了。嗯，那我们三个先看会儿，还是先看？我们先看吧，先看，先看，先看。其实到今天是这个我要吃冰棍儿啊，这一集。一定。神君穷啊，没有钱，等我日后有钱了。别惯着他，要吃可以。现在没有钱，自己给钱买。这不是。狗哥最喜欢的经典的片段吗？说是对，冰激凌，哎，冰棍儿，嗯，就要榴莲味儿。我曾经没有钱，等我日后有钱了再买，现在没有钱吗？你让我买，我就要。大新哥那哪了？神经最喜欢吃冰棍儿。吃光啊！刚才也碰到了，看到哪儿了？手机过热了吧？刚第一次手机过热啊！对，直播的时候就容易过热。到你吃冰棍了，吃完了，没有钱。到哪儿了？我们看到吃冰棍儿了。多几分钟啊？哎，我在6分03。你阿爹说了，六分零三啊！我在6分13。不是，咱统一一下行不行啊？要吗？统一一下来。
13了。六分多少？六分。大兴哥，说这个什么，我就要吃冰棍儿。等神君日后有钱了，一定买下所有的冰棍儿。那肯定在等我，这阵冰棍已经吃上了。快退，快进！我现在看到那个小孩出来了。对。哦。日后我有钱了。哦，我在那吃冰棍呢。这些我都送给神君。谢谢。那没法再都差不多。不是，就是我们五个人就闷头看我们五个人的。对呀、啊，那什么，没有，我知道这个手机前的这个朋友们，我觉得你们要踊跃的提问，对吧？啊，对，问你冰棍好吃不？冰棍不好吃，不好吃，全是色素，那个道具不好吃。哦，但丽颖买的好吃，哈哈哈，因为是丽颖买的啊，啥都好吃，哈哈哈。王爷请我吃冰棍儿。对，反正你也没有钱。王爷来了。神君还用钱吗？神君是吧？天下都是你的，整个仙界、灵界、人间，啥都我的，就没钱，啥都。对啊。哎，神君，对你耳朵那场戏，就你俩就是心跳。完了，你的胳膊肘碰到了，然后你那耳朵怎么那么红啊？你那是化的吗？天热，脸红了，是不红的，耳朵特别红。太笑了，嫂子，太牛了。国王哥，你这问一些不该问的。问，像丽颖是整个脸红啊，那个我知道，但是你这个耳朵光耳朵红，特别好。我看啊，这个没有朋友们跟我们互动啊。这个可能就是我做我这个脸红特效的时候，顺带给他的耳朵也做了一下。你觉得这个网友朋友们得跟我们互动一下呀？有什么问题吗？在看这些，大兴哥害羞了啊！大兴哥害羞了。董哥现在耳朵就是红的。是我好动，是我饿的。好动，那国王动一动怎么了呀？对吧？那国王哥，我们全叫国王。OK。哎，看完了吧都？哎，不是。作为主持人，需要刚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现在进行及时救场。OK， 因为我们延误了一点时间。我们呢，这个就是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其中的剧情。就是来提问一下，对，因为我想必现在大家这个9:30了，观众朋友们一定是已经看过了啊。我们呢就是通过一些小互动来回答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好玩的事啊。对，好，我看有人问啊，说神君有没有想杀沈黎？我前两天也是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总觉得我要杀你呢？就是你可能你演戏的时候演出了一种多了一个层次，是不是？演着，时间吧，可能就是逛逛那个棚，确实，咱们俩逛了挺多圈，逛了好几天，挺无聊的，就不自觉带了出一点杀气。就我的眼神里有一丝要刀你的这种眼神，是吧？对。怎么回事呢？强者相遇，想 PK 一下，应该是。对，有很多信息，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去解读吧。没准神君真的是演的时候有想刀我的那个程度。我觉得从哪开始说那个徐天渊还怎么样啊？他会觉得说我想除了你，可能直到我也不太清楚他怎么想的，可能跟那个剧情有关系啊。王爷对，跟你们有关系。王爷是不是可以把三个都收了？那顺便把黄爷爷收了。两个今天这个做主持这个卡的这个事情啊，我可能也不想要。什么？我说就冲他们两个今天一直在掉线。
哦，对，这俩，对，不会在这你俩已经被淘汰了，但是我们不过关，没有关系。今天晚上，赵姐，今天晚上有个那个剧情是那个芙蓉君把你这个兵器库兵器全偷走了，对，其实他是给我去做了一下收纳，收纳，对，我去整理了一下，然后把每个兵器都擦得非常干净，这样王爷到时候用的时候会得心应手一点。打你的时候能够顺溜点是吧？对，那这老放到那儿擦擦灰啊什么的，上上香油啊。可以。哎，你哥俩都在横店呢是吧？对，大家说一下，我先那个祝小新那个新戏开机大吉啊，开机大吉，开机大吉，一切顺利。这个王爷，你这个这么多兵器里面，你看你这个兵器藏宝库里面这么多，有没有最喜欢的？考考王爷，他知道他有什么兵器吗？他自己也不知道。我有一个大锤，有一个大锤，我的天马流星锤，还有一个弯刀，圆月弯刀，还有几把剑，好像还有一个绳子一样的，绳子一样的那个，神鞭吗？还是什么？对，那个就忘了。但那个特，我今天是提前看了一点，我记得就是。那个大兴哥他把他不是拿回来了嘛，然后给了那个特小的一个袋子，就很 Q 的那个袋子里面拿出来这么大一个那个锤子，那个特效做的还挺好，还挺搞笑。对呀，这不就是做了一个收纳袋吗？他在王那里面能放下很多东西。收纳袋，小小的一个袋子里边什么都有。我妹妹脸上长个痘。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这个剧情你为什么要在这个王爷那边售卖门票？售卖门票，嗯，因为我想大肆的宣传一下这个作为保护灵界的碧苍王的家里面是什么样的，大家不好奇吗？对，当时我拍戏也在想说，这个芙蓉君怎么就没有钱吗？跟我一样那么穷吗？就我们仙界真的很穷，我跑人家灵界卖门票，雪糕也吃不起，啥要啥没啥。对，就不爱揣钱，货币不够用，只能说。你自己也没有钱啊？没钱。那你还嫌弃我们灵界没有这个那个？虽然没有钱，但很真诚。你嫌弃还要留在我们灵界？那个灵界啊，赖着不走，说是。不是，主打一个实在。其实今天。我觉得啊，这个我看过这每天追下来啊，这么几天之后啊，我觉得有一些剧情真的，我也是有的时候哎，再刷一刷回看一下，我觉得还真的挺有趣的啊，因为有一些好笑的地方，真的还蛮好笑的，感人的地方也在感人，完并且也有感人加好笑的地方。那天我看两次，哎，丽颖，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集啊，就是在锦乐府。那个渣男，渣男那谁子枫演的那个叫啥青叶，哎，就哎顾城锦跟小何还有那个夜师那桥段，你说你们那么煽情，我在后面我就趴在那墙。你发挥，这是啥时候用的？你一开始出场。不想容易这吗？不是，这没眼看，我说你们仨哥在里面那么认真，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说那我演我自己的，我就躺在墙上。我看导演真那么剪了，还带着我。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我也是没有被逼无奈要看他们的这个故事。那完，人弹幕就说了，说怎么零星自己单独一个画风呢？因为你是新型用户，我是 VIP 用户，自己可以不一样啊，与整个剧组不一样。神君谁也管不了，管不了他，对我们管不了。神君非要去那儿蹲的，我们也没有办法。OK， 好 ，OK， 好。嗯，
就是这个镜头留的太少了，零更新，我看到了一个零更新，就芙蓉了。哎，平哥，你知不知道有个梗，就是零更新让零更新？啊，不是，我刚才看到了那个零更新啊。啊。因为今天更一集嘛，大家可能还是没看够。没有更新，没有更新。周五、周六、周日只有一集，对吧？嗯，还光周六、周日吧？周五也就一集。对，周五一集。嗯。霸王茶姬的梗，我看到弹幕有说霸王茶姬。对，我现在我觉得一出来，他们就叫我茶，叫什么上古茶。在。上古茶。上古茶。上古名茶，大家解读的就是真的很全面，高清营养，简直是我的心声呀，咱也不能说。嘴替放在当今的社会上，它就是真的很茶，茶味十足，真的。但是只有这样的茶才能 hold 住沈黎的心，才能拿捏。你被拿捏了呀，嗯，对，才能拿捏，不然一般人你不茶脸，真的沈黎很难。被左右，但现在你的身上不带着点茶香，你很难拿捏一个人的心。我看有弹幕，这就是墨方失败的原因，因为你不够茶。我那天觉得，我就在想，墨方真的挺可怜的，车底战神。在车底流泪，默默流泪，默默流泪。但也有说那个是因为哥你有那个 V 领，我是这个口袋这个小口袋。哦，你这不是那天我看到那场戏，就是给王爷从哪儿啊救出来之后啊，大战叫什么，是叫蝎尾狐吧，那个大怪物。对，你们大战完之后，你不是脖子上那个手都干折了吗？就那场戏，我看了我就很想笑。你那只手挂在脖子上。不是那场，在现场。是。在现场，他们所有人一看到我就开始嘲笑我。那个阿木木绑的那个绷带。你是灵界阿木木。哦，阿木木梗从这儿来的。啊。还是绷带吗？我可能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笑点是什么。那天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 bug， 我觉得一定要勇敢的吐槽自己。因为那天嘛，其实来就是化妆的时候，就是想身负重伤嘛，就给他脖子上缠了一些绷带，然后手臂也有绷带，然后这个手臂绷带通常我们现在不就骨折了就挂在脖子上嘛，然后就拍着拍着戏，我们都没觉得奇怪。突然有个人问说：“这墨方，这脖子不伤了吗？那他脖子不难受，他能受得了吗？”又挂了个手。对，王爷是脖子和这个脚受伤了，我是脖子和手受伤了。对，人说了嘛，王爷的脖子受伤是那个我给抱的是吧？给硌伤了是吧？对，工伤。本来没什么大事儿，嗯，对，结果抱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这个颈椎的这个拖住颈椎，没一个支撑，没把你脖子拖住，嗯嗯，这么点小事。好，这个那个各位老师，那个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啊，啊，非常开心、非常愉悦的一个环节，叫做这个提问环节。好，对，提问环节，首先呢。脖子看来没好啊，卡弹了，不好意思，卡弹了，不好意思，卡弹了，那个卡了一下。评论在说为什么后来者居上，因为前者不争不抢，但是我是觉得是因为你当前者还在围着口水兜的时候，你的后来者早就学有所成了，那个时候早就是已经情场高手了。你们王爷可真是小气。我的问题正好，赵姐正好时间你说正好这个大家呢都说沈黎和你很喜欢的哪吒适配度
非常高，甚至还有粉丝专门剪辑了这个联动视频，想要问一下王爷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就是我离自己非常喜欢的国漫的角色又近了一步，我当然非常的开心啊。哎，我昨天看那一集，师傅把那个碧海苍珠推你身体里嘛，是吧？哪吒不是也是个小肉丸啊？啊，对，嗯，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我喜欢哪吒，喜欢这个齐天大圣，其实性格都很像的，很勇敢那种。对对对，我命由我，对吧？不由天，嗯。哇，帅帅，这个可以很帅帅。好，那个第二个问题问王爷的，这个就是剧里面王爷不要那么认真，我可没有模仿啊，我只是觉得这个真的离他们很近，很那个有那个我喜欢的类型，嗯。有近类似的那种性格和精神在，对，就是那股劲头吧。王哥吃啥呢？辣的牛板筋。行，他们那边我 OK， 下面光水，我俩热的不行。好啊，光哥，我也想吃水果。哎，我刚才看到一个评论特别逗，说更新演的特别欠儿，欠欠的。哎，你问新哥一个。哎，你跟哎，我不承认，没有这条弹幕，欠儿怎么写？很欠吧。但是你知道，我就想到我看过，我刷到过一个你综艺，人家小女孩把东西给他，他给人撇了。啊，那是综艺啊。对对对，我就想到那个镜头了。好，来来来来来，刚好吃东西啊，新哥，说一个，问一下你，就是咱们发布会的时候，赵姐分享过和新哥二搭的感受，网友看到新哥被夸的时候开那个开心啊，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新哥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那个歪嘴表情包吗？就是咱那群里面那个老模仿那个讨论。就是突然，我觉得这种喜悦突来的太突然了，我意想不到，你知道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面夸我，歪嘴流氓，没有过这个待遇，怎么今儿给我怎么回事？这么给我面子啊？姐心情这么好，当时内心戏是不是非常的充足？内心灿烂，很澎湃啊！内心都写在脸上了，请人吃饭了。差点撞过去，备台都，嗯。OK， 很棒很棒啊！这个英姐，我啊不对，赵姐，英姐，英姐，赵姐，赵姐这次在戏中有很多打戏，发出来之后，这个花絮发出来之后，大家都夸特别的帅气，特别燃，能分享一下这次的打戏有什么的体验？这次打戏啊，就是体验觉得非常爽，咱们吴指老师对我也是非常的虐，但是那个过程还是挺开心的，我们一起就是训练呀，没有人去，只有我自己，叫谁不来，最后把小心。我在里面都没有展示名次了，我在那打了半天拳击呢。赵姐忘记北京我来的呀，咱是不是第一次？我们仙剑没人来是吧？啊，我参与去练对吧？我参与了，我在那练了半天什么威亚剑术啊，最后我搁剧里面就这样，啥也没有。但是丽影那个转的那个真的很帅，哇，那个我那个你不迷糊吗？那个我承认我没有参加，嗯，我也没参加，因为我不让我来。我不需要，我只要挥袖子嘛。对啊，我跳岛，神君只要出现吗？对，神君只要跟着倒就行了。仙界的都不用那个什么，只要挥袖子。嗯，差不多。灵界的，只要有手就行。有手就行。对我们灵界的，就是为什么怨气这么重呢？就是这种活儿也得我们上。对，灵界的进度比我们早。对，你们负责打。对，临界先拍，对，挺难忘的。丽影这个确实辛苦，刚开始拍的那就是
刚开始拍的是指婚那个是吧？就你们灵界给他打到人间那个是吧？怎么了？那场戏就丽儿带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设备叫什么，像呼啦圈一样的，就来回转的那个。转那个。那个拍了好几天哈，我看你们在棚里打了好多天。他们先前拍了两周，然后后面又补拍，又补拍了好久。就是要想说这开场戏一定要特别顺畅，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己就是吴指老师画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分镜图，我们就想一定要做到最完美，我们还是挺有的追求的，然后训练这么久，挺觉得最后出来呈现的效果大家还挺喜欢，我们就觉得非常棒。就那个东西，就是带腰上那个来回转的那个啊，对，那个可以迷糊，对，也可以横着转，那个特别痛，因为我也带过那个东西，真的很难受，那个腰疼是吧？它卡在你的肉疼，在那肋骨下面，所以它那个垫片掉的时候很容易卡伤这个，卡在那个胯骨那儿很痛，那都容易卡青了都。那肯定行，要拍长时间的话还是会。最最难受的是开心的特别难忘，对，咱们武术组也特别没白努力，是棒棒的，收获了一个特别炸的开场，开心，拽的不行。OK， 刚刚是这个动作方面啊，接下来问一下王爷，这个是关于吃的啊，就是用筷子啊插这个红烧肉那一段非常出圈，很多网友想问赵姐，你自己会不会啊做这个红烧肉，能不能召唤沈黎？我召唤沈黎，我应该召唤神君吧，我可以召唤这个神君给我们做这个红烧肉。哎，可以吧，我觉得神君下次真的展示。哪天我真的吧，我做一个红烧肉好吧，我给他拍的详细一点 啊发出来做一次啊，然后说这红烧肉只能看不能吃，做个这么大个的。那我跟你 PK 一下，大兴哥。好，没问题。我看到你俩吃饭，你给他擦脸。我也整一个。你做一个你们老家那块的，对吧？做一个这种甜口的。我也会红烧肉，我的是另一种做法，咱俩 PK 一下。可以 PK 一下。有人问更新咋瘦的？人家天天跑步啊，天天运动啊。天天跑步，哪儿好吃跑哪儿啊，哪儿好吃跑哪儿吃去，都煮红烧肉。丽儿应该厨艺也还不错吧？哎，我一直很好奇，丽儿能做饭吗？我能做饭呀。那擅长啥呀？对啊，咱就是让网友们也听一听嘛，对吧？好像没，我也不太了解。我只需要看一遍那个菜谱教程，我就那个做菜教程，我就可以马上上手。哦，那就是基本的烹饪的方式你都懂的，对吧？对，一通百通。对，家常菜没问题，但是我现在不是特别做，更喜欢吃。可以，可以。但是是可以啊，那个行止去西天渊和王爷在相婚之前，不仅换了行云的衣服，还穿了身威，这件事神君怎么看？哎，其实我一直好奇啊，丽儿，那天我也是，也有人问我说采访的时候问我为啥特意换衣服哈，但是我们讲实话，剧情里是没有说一定没有这个想法的啊，说行止，他说。行止特意去换了一身接近于行云的衣服，其实好像没有的。那其实没有这个吧？你高估了我们，对吧？这深度解读了我们，其实没有的。但是有些时候你没有设计的设计永远是最好的设计。对，我觉得也挺棒的。那有一些很巧合出来的这种戏剧感，让大家解读到，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比如你像你要刀我这些特别内心深处，我就带出来不自觉的那种气场，我也觉得挺对的。哎，刚才我看到一条网友的评论啊，说吉吉国王晚上好帅，这啥意思呢？白天不行，
白天肿吗？关键他没见过白天呢。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嗯，喝点更帅。笑死！其实我，哎，有人问虚虚为啥不找一只真的鹦鹉？那真鹦鹉怎么说呀？天天怎么嘴那么碎呀？爆派。嗯，不方便。不是真鹦鹉放那也不好看呢，对对对，虚虚好看呢。有的鹦鹉就抑郁症，都把自己毛都咬掉，咬秃。对啊，就说那几句话是吧？啊，整个秃的也行。秃的呀，被他薅的，被他打的。但是他画的好看嘛，对吧？电脑还是好看的。嗯嗯。但是真的那个小凤凰还真的画的挺好看的啊、哦！真的是，对，头两集开播那天，我头两集整个有三分之二，你都是在跟电脑演的，是不是啊？哎，可能是那些特效做的啊。哎，没有想到我这个，真的有一点小悬疑。今天正好我们俩在一块儿，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你等会儿，宁哥要说什么？没有，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真实的。其实啊，起初这个小凤凰并不是长这个样子，对吧？不是啊，一直都长这样子。最开始我管它叫无毛鸡啊。但是我们设计的就这样子，好看呀。啊，对，其实最开始我以为啊，这个鸡真的好丑的，因为台词里很多提到叫无毛鸡。嗯。你像一个鸡没有毛，它是什么？很吓人呢。那就是再把这个重要信息告诉你，我们毕竟是凤凰嘛，你说你买它还买的就说了卖它卖便宜了它会不高兴，你还想象它这么那个样子真的成立吗？嗯嗯，有道理，带上点智商啊，不是下锅前的鸡。想做菜了，结果你比那个卖肉的导演还狠。看来都没吃饭啊，晚上除了丽颖吃了，又是红烧肉又是鸡的。来，两位有什么问题？来，两位继续 Q 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刚才说你的身份有点悬啊？什么？你什么时候说你身份有点悬疑？我的身份有点悬疑。哎，你刚刚说你身份有点悬疑，那今儿正好咱俩在一块儿，那你说说你哪悬疑了？哪悬疑了？不是，我插一句啊，反正这个戏里面有个什么残次品，对对对对，残次品，好办。我悬疑就是我的是大兴哥不是有这个两个号码，对不对？我也有一个小号，你有完了是。外服的号，你那不是外服的号，你那是私服的号。私服的号，对，好吧，不多提，多的不能再多提。哎，刚才有人提了，你看说凤来残次品，对对对，我也看到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评过棋，谁是完美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完美的成品，嗯，对，还有半成品，还有次品，还有手办。手办是我吗？手办不是，你不是手办。手办是谁呀、啊？手办是莫方呀。对，我是莫方，挺厉害的，在里面。哦，莫方厉害。别人那个应该黑化吧？算手办，就是那个还没演到那儿呢，把你打够呛那个，我就救你那个，叫啥来着？就这两天马上要演了，就不剧透了。好好 ，OK，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就是跟这集的剧情。刚才播完那一集，哎，就那个人物了，嗯，好，大家就期待明天这个后天，然后这个更新大家就能看到了，好吧？好，那个我问一下何宇一个小问题啊，那个大家都说这个芙蓉君有三个绝技，一毫
二贵三华秦，请问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胡文斌的一个作的表现吧，他可能就觉得这样王爷可能会帮他之类的一个撒娇的状态。哎，那华贵真的被黄爷爷偏爱的惯坏了，有恃无恐吧。嗯，华贵很棒。听说你以前是个纯爱战神，现在怎么变彻底战神了？什么？什么贵族吗？贵族，华贵王子，华贵王子，天阶贵族，贵族。对，还有人问那个芙蓉君的膝盖还好吗？芙蓉君换了一个铁膝盖，好不好？半月板都没了，磨没了。有花絮了，一部戏见谁都要跪。哎哎，你们还在看戏呢？我一直没看呢。我也没看了。没了没了，我不聊了。到了下一个环节了。对，那个环节那个过了，那个环节过了。哦，我就看莫方将军来了，就陪看两分钟就过了。嗯。哦，莫方跟那个芙蓉君。对，完了他还隐身还跑了吗？我就喜欢莫方这个刘海儿，是这样。哎，我找那个图啊，就莫方的刘海，当时我存了一张照片，等会儿啊。不知道又想什么鬼点子，不是鬼点子，就是当时我给你看过呀。你们先聊你们呢。对，天君出场是那个拿着车。啊，这是什么啊？啊，这是羊驼，羊驼，就很像莫方那个发型。嗯，我你说我出场什么？啊，什么？丽颖刚才说出场的、啊，我拿个风筝啊，风车啊，风车，对，怎么有串风？完了，网上 P 个图是那个小猪在车外头，完了那个拿个风车那个对比图，我也笑死。你在干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出场，为什么拿着风车呀？出场就是我跟何宇嘛，玩儿呢。你在玩风车。对，就手里拿着，因为设计的就是这个天君每天无所事事，就盘这个盘那个嘛，盘各种猪的，才这么大到这么点儿，完了玩风车啥的，玩没事儿，就主打一个闲的，实在是不行了，他就除了给神君捧臭脚，别的也啥也不会，辈分高。咱哎，你们俩还有那个台本吗？我还接下来是干啥呀？接下来该我了。我问你，那个就是这个，你从这个纯爱、哎、啊，聊过了啊，再聊会儿。问一下冠霖哥啊，问一下冠霖哥，对，问一下冠霖哥。其实冠霖哥，最近你看你一个人在杭州，我这天天也不在天界，没有人给你暖膝盖了，哎，是不是很寂寞？你可别抱我那膝盖了，抱的可紧了。这个如履薄冰的打工天君，对此您怎么表示呢？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就是如履薄冰的，就是天君就希望神君就是没事别来。没事没事，别下来，赶紧到人间投胎，完了玩一玩啥的。对，完、啊、这俩，别老盯着我，别老盯着你、啊，别老盯着我。他一来，他因为神君一下来，天君就很紧张嘛，啊，紧张，啥都您定，哎，您说啥都行，说啥都行，太强了。对，关键这个天君刚才丽颖更新，我们都聊那个就是。说只会倒嘛，啥也不会。哎，有场戏我们聊过嘛，就给我乐死，在后面，真的就是天君，就是这人比较周正，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比较，三观还是很正的啊。然后就是怎么讲，说最硬气的话，挨最毒的打，对吧？没错。好。非常好，冠霖哥说的非常好。冠霖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谁都问我了，大伙儿聊吧，大伙儿聊吧。啊，没事，就是、没事。
对，问吧，来，我听听小聊一下。嗯，对，小聊一下。嗯，这个大家也想知道您何时给天孙取消婚约？这个在线求，这个你求一下黄爷爷，求一下黄爷爷能不能给透个底？取消谁的婚约？取消芙蓉君的是吧？对对对。啊。芙蓉的婚约不是我取消的，我取消的，我没那个本事。对，芙蓉的婚约都是，对吧？谁爱沈黎谁取消的呀？跟我没啥关系。取消了，取消了。我可以问我们，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就是如天真是定的。对，神定的，对对对对对。好了，谁让神君稀罕呢？第多少集取消真的忘了，因为拍完也挺久了，嗯，忘了，大家就慢慢的静静的往后看，哎，早晚会取消，也拍完一年了吧，是吧？一年了，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十月份拍完的嘛，22年的十月份吧，嗯，对，11月份，对，一年零几个月了，15个月了，16个月，15个月了，嗯。咱就先唠一会儿吧，我看啊，看看说啥了。小游戏要玩，小游戏想不想玩？没给你玩的小游戏，幼稚，放肆。就没了，我们开始唠嗑吧。可以了，可以了，好好。这个小游戏真是，放肆了。你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还玩小游戏？我是车底战神，你是哪一位？我。上古可以好，但是今天对新人来彻底有了一个别的感官哈，还挺能聊的，嗯，哎，有人问啊，前几集有山有水儿，那个地儿是哪儿啊？这个一定得是给人家打个广告啊，这个地儿真的很漂亮，就在咱们浙江省丽水市，啊，哎，是哪个风景区？叫仙都？仙都吗？我没去过，仙都吧，丽阳。我忘了，哎，是仙都吗？对，丽水市，嗯，现在对在缙云嘛，对吧？缙云县，是缙云什么？缙云烧饼还是什么？对对，缙云烧饼那个地儿，缙云县那个景区里真的是如诗如画啊，真的特漂亮。就每天在那拍戏啊，心情也好，就那个，哎，空气特别好。对，你们没去，后来是我们去了，几个人有去过。莫方去过吧？我去了，我送你那个。老年的那个啊，对对对，那个景色很漂亮啊。对对对，我就是那天杀青的。哦，哎，看还有人问啊，说国王好大的双眼皮啊，这哎呀，哎呀妈，爹妈给的，就只这眼睛进的演艺圈吗？不，哎呦，我太棒了。哎，笑死。嗯，咱就挑，挑一点就是空气，我看评论有说等着你们去，等着净化空气。嗯，说我们这几个什么净化都是什么仙界来的净化器哈，空气净化器。说我们、啊、对对对，对来人间也别忘了去净化空气。嗯，哎，孙女还没出，哎，出场了吗？出场没出场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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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没有，好多角色都没出场呢，好多，嗯嗯，看看还有啥啊？哎，有人好奇说云来背后的海报是什么？咱给他看一眼。雨凤行啊，这个很厉害啊！我看到个雨字，嗯，雨凤行一家什么玩意儿？一家亲吧，应该是一家啥呀？你抬高点儿，来十万，一定什么啊？一定啊，一定行，那咱还是咱俩瞎，还看看雨凤行一家亲，那得光晃的，岁数大这眼神不太好了，有点晃。雨凤行一定行，雨凤行一定行啊！我屁股上纹个苍蝇，一定赢。再找一找啊，看有啥就问，要不然咱就尬聊。哦，哎呦，时间也差不多，哦，10:08，所以你太着急了。时间我们出了点那什么，对，没事没事。你们
啊，对，你们线下有活动吗？如果碰到一起的话，大家就会一起吃个饭啥啊。不是人指的活动，咱们线下有没有什么公开活动？人管你线下还吃个饭？哦，没有，我以为我们线下会不会聚？哦，线下有没有活动？笑死！我看看啊，还有啥啊？咱聊点剧情类的啊。对，咱们有没有剧情可以那个去？给你们解读一下啊，解读一下，对，看看大家解读的是不是在一条。有人来了一句不爱听的，仙界年纪大了，这确实，咱说了这仙界咱加一起演员加一起好几百岁了。仙界人多呀，嗯，岁数也不小了，嗯嗯，神仙多呀，最小就何雨了，仙界。嗯，对，差不多。哎，我还有几个发小，好像是龙王，比我小。啊，对，咱这里还有龙王呢，对对对。哎，有人问有没有团综，其实我们是有团综的，但具体什么时候上线，在腾讯视频吗？那个4月18好像是，啊，4月18也不是4月13，反正4月中旬，啊，肯定会上线的啊。播出以后就是，对，也不一定啊，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定下来，但是我们是参与了一个综艺的一个录制啊。正好吃缸子吃野猪什么血类是幻觉，是啊是啊，那有确实就有他最害恐惧的东西是黄爷。国王怎么离开了？怎么一看怎么白头发了？我你看离开了。万一说我们正经事儿的时候，天界的人就先下线。你回来了，回来了，自己不想听。莫方有没有感情戏啊？那个镇他是沈黎会有幻觉，他但会见到自己最害怕的事情。那沈黎最害怕的事情是灵界的将士将领的牺牲，这个是非常惨烈的，对于灵界来说失去了很多很好的这个他下面的将士们兄弟们。对于天君来说，行云来说有那个什么吗？你有什么心魔吗？好像还有一个心魔是后面的事情。啊，神君的心魔就是不能谈恋爱吗？嗯，哦，对。那天君的心魔是什么？哎，这天君一辈子要不谈人，整这一出，真是。在呢，在呢，在呢。天君的心魔，天君的心魔，就是你俩吗？问题。不能说，不能说。莫方的心魔是什么呀？天机不可泄露。对，问就心魔是德令。德令啊，是这样，其实是这样，啊、记错了我们。啊，哎，仙界是怎么了的？忘了。哎，仙界是咋了？忘了。忘。OK。然后芙蓉君的心魔是那个沈黎是吧？那个碧苍王、哦、那个沈黎太猛了。那沈黎有点钟无艳那个游戏里钟无艳那个样子啊、哦，拿大锤啊、哦。那现在有那个正片？有啊。哎，好像正片里没看到，没表示那位演员，只是拍了他局部什么拿刀这些。当时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拍没拍到人家啊，但是拍了都这样啊。嗯，还有人说想了解沈黎的爹，我爹姓凤，叫凤来，所以我也不姓沈，我姓凤，我叫凤梨，叫凤梨。不是有那个什么王姓王吗？王沈黎，哎，是不是那个？真的不是，对，我看海乔说了一个什么，我叫凤来，我不叫王凤来。哇塞，王凤来真的太土了，我感觉出现这个剧里真的夸张。王凤不要拒绝 ，no， 不，就是我们姓凤，姓凤，我们姓凤，王凤来，绝了啊，绝子，嗯，凤凰就姓凤，我是刷到了那个海乔说的，笑死我了。
对，你们姓凤。叫凤舞九天。就是唠下头嗑。哎呀。还有啥问题吗？薅头发是谁的主意啊？薅头发是导演的主意。哎呀，好回答呀。我觉得导演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啊。我觉得这段戏，对，就用这种好笑的方式把这场戏一带而过，也不显得我说我们在刻意在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刻意去这啊，真的那么去救邢云吧，也不用吧，这沈凌也不会水啊。对，就不用说一定要完成影迷们，对吧？虽然有遗憾嘛，但虽然在这部戏里。对，但咱不能，对吧？真实一点，确实那个时候顾不上，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那薅头发那个真的挺逗的，嗯，太逗了，给我看的。对，那个熊云可开心了，逗死。被薅头很开心了。我看这个还有人在问邢直这个有没有对沈黎动过杀心，还在问。没有，啊，可能是新上来的网友吧。没有，我这可能真是演技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用丽颖的话，就是你又多了一个层次。对，多了一个层次，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真好，我也觉得你是刀我，可能我是过分解读了。我觉得神君内心戏真多。金哥，他看上面弹幕有说你杀青的时候哭的不行了。对，是有，因为毕竟嘛，就是这么多好朋友啊，这跟这么一个团队，我们在一起合作了从六月份吧，四月二十八号才记得，是，四月份六月份啊，四月二十八，四月六月二十八，哎，六月二十八 ，sorry， 对，六月二十八。六月二十八，整个一个夏天嘛，嗯，真的很久，然后可能啊，这时候神君有那个刀人的眼神，也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哈，眼睛已经终于不走了，在那个在横店摄影棚的时候，眼睛已经出现了刀人的这种状况，这个。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病情加重了，眼睛不自主就流眼泪了，直接哭了，终于要走了。没有，所以导致看到那个于凤行一家亲吗？没，就是正好那天导演也是啊，不喊停，他也没喊杀青，就我和丽颖还在那儿演着呢，坐那树底下俩，咱俩那场戏台词巨多，哔啦吧啦哔啦吧啦跟那说什么这那那这啊，导演哇哇出来了，拿着花杀青了，快乐，我就觉得。人很多时候在那种突然一下子情感一下爆发出来，嗯，都懂，比较感性嘛，嗯，对，真情实感，嗯，懂。那个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吗？我们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这个台词硬啊。对，因为大家就是还需要早点休息，各位老师都你确定这个时光是快乐的吗？快乐，不逗你了，不逗你了，快乐的，快乐的，对，行，直播这感觉挺好啊，今天，嗯，好玩，对，这个咱们这个人多了会更好，对吧？对，改名有空，但人多的话会更小，那早就小，嗯，对。嗯，行啊。天哪，这人一多了，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对，那不是人也举手发言，可以举手发言，上麦投票决定谁先发言啊？对，可以上麦。好，那个，那我们最后再安利一下，怎么着？那就这样，那我先来，然后好不好？我先来，然后最后是大心丽影哈，那个。于凤行已经播到十多集了，然后越来越好看，后面的剧情更加精彩，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嗯 ，Yeah， 我也在追。Yeah， Yeah，
雨凤行，请大家继续关注雨凤行，包括我饰演的芙蓉君，他虽然现在很浮夸，然后后面他可能会有稳重的一面，大家请拭目以待。雨凤行一定行，一定行。好，到我了，这个莫方默默雨凤行啊，祝王爷这个一路前进。最后呢，这个大家好好看啊，这个最后我这个比较身份就是很炫，只能说多的就不多提，大家一定要锁定，好吧？不看你就不对，好吧？就不好，不对，多少看一点，不对。好，感谢，感谢，感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雨凤行，多吐槽，多讨论。我们雨凤行还是啥都行，我们是啥都行。对，行吧，我们今天营业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啊，大兴哥，大兴没说的。要不那我来一句啊，就是从3月18号开播以来啊，非常感谢每一天支持我们在各个渠道支持我们啊，无论是从收视啊，还有话题热度。这些默默为我们付出的朋友们，非常的感谢啊！咱们主演真的非常，后面的剧情啊，不负你们的期待，也希望我们整个作品给你会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啊！感谢，一定的，一定会。打开三界，打开腾讯视频，打开芒果视频，芒果 TV， 打开湖南卫视，收看《雨凤行》。最主要打开双眼，得看。开双眼。闭上不是耳朵，打开双眼，每天晚上。然后大家也都顺利啊，顺利顺利，祝大家各位都顺利啊。对，希望喜欢我们所有的角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周末愉快了啊，周末愉快，周末好笑，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因为我后面没有手机架，我充电的。大家都早点休息休息，那你拜拜了，拜拜，再见再见，相会在直播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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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谁关一下啊，嘛呢，哎，都再见多少半年了，哎，谁关一下，来来来，啊，主持人关一下，怎么回事，主持人拜拜了，退场了啊。